继续。困倒还好，不是特别困。睡得着，我们还有好多没拍呢，今天可能最好得到早上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咖啡都消耗的差不多了，你上几次厕所，它基本上就没效果了，我觉得。瘦了吗？瘦了，我倒是觉得是瘦了点，但是我熬了，就是它容易肿。怎么吃不消？我这个就是国防身体，我现在感觉我都是精神抖擞的。我但凡不是旁边有人在休息，我说话不是这样有气无力的。旁边有人在这儿，他们都在这儿睡觉。他也没睡觉，他在玩手机。打人气吧，不打不打，这大半夜三更，哪来什么人气啊？咱们就聊聊天，改天再打。现在挺有人气的。这不大家都在吗？明天是会晚一点出宫，是会晚一点出宫。睡了六个小时吧，差不多吧，睡了六个小时吧，五六个小时。我觉得睡六个小时其实是够的。行光的时候睡得少，拍行光的时候我是真肿，那个睡得少，我天，睡三四个小时，太刺激了，我在那拍完我都觉得自己封神了。怎么叫偷偷直播呢？我光明正大播的。谢谢，谢谢的宇宙之星。处理的饭好吃吗？好吃，吃了好多。何可在楼上拍。不吃那个 QQ 肠了，我上次不是听你们说那个 QQ 肠，说吃了之后我其实挺后悔的，它是油炸的那个。不不，人家不是这个月，下个月。我也觉得，那是真好看，谢谢小石头，谢谢小风筝。小傻瓜，怎么都带个小？能不能当？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不用当保姆，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的。为啥不白天播？如果白天今天白天没空场，我昨天想的，我今天看通告表，我白天是有空场的，但是我加了肺叶的戏。然后加了一些戏进去，我就没有空场了，没有空的眯一会儿，眯不着。
说我如果睡了，我把它压坏了就不行，我只能这样撑着。但是我今天喝了咖啡，我这样撑着我睡不着。人呢？还有什么心上的？那个娱乐圈好像月底要上。王爷不一定，不一定这个月上。谢谢矮大二，星光那个具体上不上线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他会上，但是具体时间待定。那我觉得，就是他如果会上的话，可不可以先把工资给我结了呀？回去之后，不是蚊子，没有蚊子。我也很期待。其实星光虽然当时是肿的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看头的。步步深陷吗？那是有点相当之炸裂的。到时候会发一条，就是被平台那边限制了的一条宣发视频，步步深陷那边。今天你看到的那个哈，你们看到的他们官号发的那个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比起我手里的那条视频，我只能说一百牛一毛，真的是一百牛一毛，那个真的就是毛毛雨，就那点儿。真的只是步步深陷当中的毛毛雨，他们真的只是给你们刺了一点绒毛出来，完全没到点上。我那个有一条视频在我手里，那个是被就是 Tencent 平台给限制了的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抖音应该是不会限，所以到时候抖音我这边应该会发，我已经可以给组里的商量好了，我说这个我要拿去发。但是那个得肯定得在去上线前才发那个，因为那个是组里那边人家自己弄的一个宣发视频，对，得按照组里的规矩来，就是人家的流程来才行，不是说我日常发一个那个来获取我自己的流量，那肯定是不行的，就是得按照组里那边来，他们那边定多久开始做那个宣发，然后多久会发出来。我好喜欢，我不说我天天看，但至少我这几天都是至少两天我会盯他一眼，就是看完那个剪辑，太爱了，就是我一想到那个画面，那个调调，我的嘴角就止不住的要上扬。他不是那种不是尺度大，他真的不是就是说你光单纯的肉体上面那个，但是肉体上可能有，但是他主要的不是。黑懒结实，反正都是看起来舒服。我真的不是吊你们胃口，其实我之前一直压着没说，我还问了，就是我们官号那个嘛，不神仙那个，我说这么早就开始发这些东西，你发后面会不会就是吊胃口吊没了？还有就是咱们。